大家好，这节课哈，对，帮助咱大家对这个媒体啦哈，对即卖媒体，你看电视的时阵，较容易了解讲，即卖国际情势，也是讲咱规个国内的一挂即个局势变化啦哈，即解读的容易。啊，搁一方面就是讲，简单介绍咱的基本论述，哦，日俗美战，简单介绍。啊，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帮助咱偷咱头壳内底一挂毒素啦。咱过去即个国民党的教育吼，低俗到咱拢，咱一挂认知拢错误啊。吼，啊，咱的思想错误的产生错误的行为，因为咱的行为是依照咱的思想来做的，啊，错误的行为也产生无好的效果啦，吼，较好的效果。所以即马咱来讲即个课啦，吼。咱先来解思想的毒啊，这个咱台湾民政府咧讲的立俗是啥物意思？咱昨有上课啊，到今仔日大家有了解立俗是啥物意思？啥物叫做立俗？敢无了解？日本的。其实吼，咱有当时啊，咱俗，咱甲这个，咱和这个国民党啊，咱这個中文吼。迄、那个限制掉的，所以吼、哦，咱有当时啊对文字的了解停留一个平站处啦，咱较无多元、较无多种的思考方式啦，吼、哦，包括咱等下讲，什么人提出联合国哦，吼、哦，来，咱对历史来看吼、哦，法律的身份的根源，咱的根源伫倒位？今仔日来民政府，咱就是要敲锤咱台湾人本身，咱的心事。吼、哦，毋是讲啊，咱是拢孤立寡妇，咱拢去用钱去用饲的，是啊，咱毋知咱的身世，咱确实咱毋知咱的身世，咱毋知咱的身份啊，所以今仔日第四讲，咱去国际，咱起本车轮牌护照，拢去予人配上，去予人歧视啊，吼、哦，咱先快了解一下吼、哦，咱讲历史，就是咱先快了解一下，咱甲咱有关系。这个、年代，吼、哦，明治天皇大政昭和平成，就是这个时间啦，吼、哦。咱这个时间先看记者，因为这个时间对咱台湾有足大的一挂变化，咱的历史有真大的变化。啊，45年大政15年，昭和64年，吼、哦、啊，平成对这个1989到今仔日，咱先看来看吼、哦，条约的形态哦，条约的形态。条约的形态拢是国家法人对法人签的，条约的形式是国家法人对国家法人，所以你做来看，清二条约就是这個，大清帝国大皇帝大二国大皇帝啊，要参详边界，啊，伊就全权大臣，就是全部受管的大臣去跟伊签的啊，所以皇帝跟皇帝的那种国家形态叫做君主的那个制宪的国家，或者是君主制的国家，哈、哦，皇帝制的国家，两国啦相拍要签条约，就是法人对法人。但是呢，皇帝伊袂甲你为伊的宝座上走下来跟你签名嘛，对不对？因为皇帝一个人无可能管理所有伊的国家，所以伊要委托伊的人民组成的政府。即个官员来管理治理伊个国家、哦、所以他签约的时候就是派他委任他的臣民或者是他的官员去签约的，所以这个就条约形式啊。啊，过去咱唔知，咱叫是国家国对签，唔是是国家法人对法人啊。哦、啊，所以咱即卖咧讲个财团法人是啥意思？咱把这个财团吼当做一个法人，法治上面的人格啦。啊，咱一般人叫做自然人啊，自然人的人格啦，吼、哦。你也看，大清帝国甲大英有啊，大君主、大皇帝，下官条约就是甲咱身世有关系。他拄啊讲诶，大正诶，那明治诶时代啊，1895刚好是在明治期间啊。明治期间，明治维新就是甲规个日本诶，即个。国家形态从那种那个部落形态一直提升，然后增强军备，让他们的国民素质提升，
抛弃一些旧有的观念，保留一些传统好的观念啊，进入他们整体的状态。所以整个国家的文明、科技、军事战力全部都提升，成为当时的亚洲第一强的那个黄种人，亚洲第一强的国家。你也看，跟咱有关系，下关条约啊，大清国、大皇帝陛下以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所以，底下二战之前，所有的二战之、也不能说所有啦，美国不是啦，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国王、皇帝或者是皇后。所有那个时代所有的那个国家的形态都是这样哦，是因为近代二战之后再慢慢有那种共和制的国家哦，所以那看那种欧美文学差不多都是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子，有一个公主，有一个国王的故事。那看欧美文学差不多都是这样啊。下关条约呢，在这个所在签的啦。在这个所在，北九州的对面家。条约签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地点。那为什么他又叫马关条约？我上网去把它找出来哈。那一年刚好是马年了，对不对？不是啦，当然那一年是马年没错啦。它跟马关条约没有关系。下关条约，下关现在是几个下关市？下关港的周边，那个时候古时候称为赤尖关呐、这个叫阿卡马加塞基，阿卡马加塞基，啊，伊这个，伊就这训读的是训读跟音读哈，训读的是讲伊这个字哈，买这个赤马关嘛是读作阿卡马加塞基，就是这个，啊。伊的音读呢，就是塞基，这个马港哈，马港塞基马港啊，这个简称叫做马港，所以这个所在叫马关，那是古早的一个称呼，这个所在的名，所以马关条约是安尼啦，哈。啊，等1902年的时候，他被改为下关，哈、哦，被改为下关，啊，这个时间开始。日本开始治理台湾了，治理咱了。咱迄时阵什么状态？你敢知？那时候你有看塞德克巴莱无？那时阵就是部落状态。那有足侪部落形式，啊，有足侪高沙族，啊，我杀你，你杀我，啊，同一族也会互相对砍对杀，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那伫迄个时阵开始，因来了开始有甲咱争顿。啊，所以咱西半部的咱啊，咱讲这种，咱讲荷兰话啦、客家话啦，什么话？其实咱这种讲这种话的人，拢是已经被满化、被清大清帝国200几代的敌人开始，咱去读迄个私塾啦，要去考试的，咱这些人就是在地平埔族啊，去学这些话啊，所以咱以后拢变成讲这个话，咱已经失去咱的母语啊啦，啊，失去咱母语啊，啊，咱这。就各分个分派，分作你是漳州的，你是泉州的，吼、哦，你是鹿港的，你是宜兰的，你是北港的，你是南港的，啥物拢共款啊？就是迄阵有械斗，吼、哦，咱过去咱迄种状态就是安尼，咱是种部落形态啊，所以相拍拢会讲我要闹人，吼、哦，你争的跟我去争的对拼，咱迄种就是部落形态啦，咱没有法治，咱没有法治社会啦，吼、哦，啊，你本来就是跟咱。法治化跟咱治理，所以伫这个时间，慢慢啊，咱的文明的进步，咱的水准的进步。钓鱼台什么人诶？钓鱼台什么人？日本诶？有人讲中国的啊，啊、哦，有人讲台湾的啊，徛伫台湾人讲迄台湾的啊，啊，中国人讲迄自古以来啊。中国拢足侪自古以来啦，啊，那自古以来会当成立的话吼，自古以来嫦娥奔月球啊，那伊个领土啊，啊，所以吼，美国人阿姆斯壮去改插国旗，那叫做侵略，啊，你敢有通？所以吼，自古以来迄种拢无遵守啦，吼，钓鱼台安尼讲啦，你也看，中华民国八年的时阵，
就是1920年，1920年的时阵，因一群人风台啊，钓了这个船，迄、那个海浪，第一个叫海难，啊，伊去这个日本帝国，哦，尖阁列岛，遮去予人救起来，啊，所以出一个感谢状，多谢日本国，安尼钓鱼台上诶。中华民国伊家己得出这个感谢状，证明这毋是伊个啊啦，哦，证明这毋是伊个啊，啊，所以即马阁归属起来，来，天皇皇帝的时代，包括今仔日嘛同款，迄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所有的在迄、那个国家，全部的国家，包括人，包括即个建筑物，包括土地，包括即个即个国家的经济。全部拢属天皇的啦，所有权都属于天皇的。那有这个观念啦，哦，一为什么呢？简单讲开，你有买厝、有买车、机车，拢好，爱纳税无？你若爱纳税，就表示迄个物件毋是你的啊。哦，这个观念要建起来哦。皇帝是免纳税哦，因为伊就是。伊就是迄个国家的头啊，伊无需要阁家己阁纳税，阁纳无家己啊，吼、哦，就迄种感觉那亲像，即当然即个礼无解好啦，就那亲像蒋经国迄个时代，伊讲，足侪人讲啊，蒋经国拢无贪污啊，蒋介石拢无贪污啊，啊，全部资源拢伊六条，伊要贪啥物污？伊讲我只要甲你起公馆，你就爱起啊。哦，整个国家的财产资源都是属于那个国家法人的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体制内是这样子，哦，所以所有土地的财产都归属天皇。接下来啊，在日本帝国迄个时阵，伊的版图包括殖民地，哦，较深的这种颜色的是伊的国土、伊的领土，啊，其他的这个是伊的殖民地，殖民地的是有去占领到啊，底下经营的叫做殖民地啊。所以钓鱼台伫过去属伫宜兰厅，啊，宜兰厅属伫台北酒馆，台湾台北酒馆，台北是天皇所有土地其中一部分，啊，所以钓鱼台就是属伫日本天皇安尼啦。哦，这个就多层次的了解，你不要说，哎，这个拢跳过，大家听无？因为这个彼此归属的关系啦。啊，宜兰厅管钓鱼台，台北酒馆宜兰厅，宜兰一个台北酒属伫台湾总督府管的，台湾总督府是天皇管的，哦，伊属于天皇的，是安尼。咱过来看哈，昭和这个时代，那明治、大正、昭和这个时代多好，大正甲昭和是台湾这个文明提高最高的黄金时代啦，哦，咱的文明最高的黄金时代啦，我等下证明给大家看哈。啊，多这最高的黄金时代呢？嘛参与了一二次世界大战，你若身体作烂，你敢会去甲人相拍？敢未？你身体拢强要倒去啊！你敢会去甲人相拍？无可能啦！你有法度，这一个国家有办法参加世界大战，表示那个国家的国力非常强大。当然，咱即马拢爱和平，咱卖战卖战争啦。但是过去迄个时代是大家拢军备拢足强诶，啊，所以想要相拍。啊，这个产生一个有趣的问题啦，那咱来看哈，祖国证明的文件，过去大清国伊的人要来咱家，是爱摕护照的呢，唔是一个竹牌啊，个个的就要过来呢，唔是一只渔船啊，过乌水沟伊就当过来，迄个时阵有这种证明叫做护照，啊，你看伊的时阵，1839年吼，第一台相机产生了。1888年第一张彩色照片产生了，那时候护照又没有照片，我太知道你什么人，但是他用文字叙述哦，你要看哈，这是大清帝国他的护照，有华人这个人他要来日本国台湾了，他也不写中国台湾，啊，咱这块土地本来就日本国的啊，就是大日本的国土啊，咱注意看这个护照家，你要看。伊要去板桥头，身材中，我太知道，我那是迄个那个海关人员，我太看你身材中，安怎做中？哦，面色白，哦，直衔无，伊无做无啥物头衔，哦，啊，
眼色光明，目睭光明啊！哦，伊是用靠安尼方式来来甲人来来看遐人要通关的啊！你甲看者，中华民国迄个时阵，诶，护照哦，叫啥？前往日本国台湾州，来台北州啦，七星郡，这写甲足清楚啊！这种证明咱唔是中华民国，唔是中国的啦，所以伊讲咱。系有原系原为我国国民啊，甲咱改国籍，迄落违反国际法。咱本来就唔是中国嘅国籍啊，迄是咱即七十年来，咱甲咱洗脑洗甲咱亲像咱中国人，其实唔是啊。啊，这种证明啊，吼、哦，这种证明。啊，迄、那个日本帝国时代，咱若要出国，就爱摕这种。啊，你来看、哦，因无相片。中华民国嘛无相片，哎，咱有相片嘞。啥物人较进步啊？啥物人诶生活水准、生活条件较悬，差伫遮啦。即个比较会出来啊，吼、哦，差伫遮。咱去看吼、哦，李处世代大战诶末期，天皇落即张诏书，我即摆要对甲你讲日史哦，即甲日史拢有关系哦，吼、哦。天皇落即张诏书。无教书讲，温准咱遮个遮个人民会使哦，朝鲜甲台湾的住民，咱遮个住民，咱是殖民地。伫教书之前，咱殖民地，咱是住民，咱袂当参政啊。因为落即条教书讲，同意咱会使伫帝国议会内底正做议员，咱会使参政。就即张教书决定咱的生死。就是这张诏书，今仔日台湾民政府敢有法度徛立伫遮？那毋是这张诏书，啥物拢无。因为君主制宪的国家吼，诏书落来要实行诏书内底的内容，吼，遮帝国议会遮做议员，要哪实施？如何实施？毋是诏书落去就好啊呢？因为诏书落诏书吼。帝国的宪法生效，好、哦，帝国有帝国宪法啦。君主制宪就是君主把这个宪法让它制定出来，产生效果，治理这个国家的基本法跟这宪法嘛。啊，因为落诏书，予咱会使参加议会，所以准咱参政，借着宪法来实施啊。先落诏书，啊，佮接着咱宪法来实施。所以诏书就是同意，咱会当依照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实行伫咱的身躯顶。所以你啊看，帝国宪法有无？帝国议会、帝国贵族众议院等等，即个条例用宪法来实施啊，是安尼啊。过来，咱讲着，即、這个。咱有要新台湾论无？新台湾论，新台湾论吼，咱若要了解较清楚，咱真正爱去看。啊，当然一开始看无啥有啦。啊，到头你去了解，吼、哦，就知影。新台湾论165页，遐有写着吼。即、哦這个是华盛顿呢，一个迄个军备的一个条约，军备限制条约。吼、哦，啊，你主要看，伊就是讲吼，迄个时阵。有这几个国家做伙开会，五国会议啊，作为军事的那个条约叫下啊，限制上面会，哎，你的船舰袂使超过几吨、几栋啦，吼、哦，啊，你的航空母舰袂当超过几栋，啊，你甲看迄个时阵，英帝国、美国啊，大日本帝国，这拢澳洲呢？顶管甲下骹拢澳洲呢，咱大日本帝国是安尼呢，啊，是安那要限制？因为吼，这个甲游戏规则同款啦。咱今仔日这个世界无法避免战争，但是既然要战争，我们就让它法制化。啊，法制化之后，我们再来打。啊，打要限制，不能无条件的。啊，你无条件的吼，要不要得两败俱伤？啊，有条件的限制，迄个就像游戏规则安尼啦，吼、哦，游戏规则就讲你迄个拍八星骨啊，拳击啊，五分，
雨量级、轻量级、中量级、重量级，就是安尼。啊，你袂当袂当甲哦，佮有银量级的苍蝇的银，你袂当甲雨量级的甲重量级的坑做会趴，因为翘起啊，会趴死啊。啊，所以这个开这个会的重点就是讲，唔通伤超过，唔通做甲伤大只啊，啊无到时趴开会两败俱伤安尼。华盛顿军备限制会议。新台湾论165页有下，哦，在国际间的证明，在第19条一条下，一届会议开了，三方互相承认彼此的领土，所以呢，叫下 Japan 有无 Formosa and Pescador， 就是台湾甲澎湖啦，伊承认台湾甲澎湖是属于日本的啊。这就是国际的证明啦，不是讲咱今仔日画画讲，哎呀，你实施宪法，你有这个有下诏书啊，啊，所以台湾的你，哎，国际也有承认，不是自己自嗨的啊。啊，咱注意下看哈，在诏书了后，咱变作加 incorporated territory。Corporated 就是法人的组织的啦，啊，这个印呢就是夹起来的意思啦，印就是夹起来了，啊 ，territory 就是这个领土啊，啊，所以合并纳入在那个时间点，因为诏书的关系，把咱台湾甲澎湖纳入合并领土啦，变成已合并领土啊，在这个时间点，咱就变成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是安尼啊。啊，这嘛是物件，一个国家呐要殖民你，干嘛做这个？干嘛做这个？他这个就是要管理人民呐、啊。你哪有去申？有去申请身份证无？敢有？有吧？你有申请这吗？啊，你申请这，较知影你的身世嘛？对不对？啊，无咱较早拢看到用电脑的呀。啊，你若看到这，你也知讲哦，原来我的阿公阿祖，伊种族是啥物货？有啥物款的这个记录？啊，这个都记录得很清楚哦。你看伊个种族福，上面是福，咱即摆讲福气啦，唔是福诶，侬讲福州话啦、福建话啦，但是这趣味诶啦。其实这个唔是种族啦，这叫做语群呐，语言的语，社群的群，语群，就是咱一定讲这种话的人啊。啊，叫一个缠，上面是缠，缠族啊，白卡。这个人有白卡，安尼有记录有清楚，哈、哦。户主就是户长啊，叫色个，什么是色？血欢呐、啊，这个我们的身世啊。可是有些东西都被涂掉，这个血欢呐、啊，啊，什么叫血欢？就是讲你也要讲好的话也是客话，但是你家己平埔话你还佫要讲，这种个叫做血欢。因为完全不要讲的较熟嘛，啊，那完全拢不要讲的，会要讲家己无语的叫做啥？青番啊，青番吼，唔是咧讲拢啊，你拢讲未听，唔是咱听无，吼、哦，青番唔是，当然他被引申用来好像指责别人很鲁啦，很做个番拢讲无落来，其实青番其实迄个青是青苏的意思啊。无色啦，啊，啊较色，哦，较色的就是你会通啦，啊较未通就是安尼，所以即摆唔当闽南青番呢，因为咱拢番，咱全部拢番，哦，有较色的较青安尼啊。你啊看有青哦，大青来哦，唔是卖因兜卖青饼啊，大青来。哎，带花去。无电啦！哦，好来，你个看下，这上面是天，叫做天，上面是天，已经归天了，不是啦，种天花，天花牛痘，连那种卫生的条件、卫生的状况，他都帮你注记得很清楚哦。所以一个国家，伊要管理伊个人民，用这种
口口成本啊，户籍成本这种物件是足用心的哦，是足用心的哦。这个汉，有无？汉人呢、啊？大清是满人哦，汉满蒙会怎样样啊？哈、哦，伊是满人呢、啊。大清是满人，那大清帝国统治着汉人，大元帝国的是蒙古人统治着汉人。就是这个国家其实不是咱想象中的五千年中国了。哦，那各级班的那够机会上另外课外讲较清楚的了哈。所以咱咧讲的法律的台湾人是指伫这个时间点之前，你的是大人，还是你本身你有日本时代的国籍的台湾人的后代人，这叫做法律的台湾人。哦，这是法律条件哦。所以呢，你过去你的祖先也是大清帝国的，我敢有分你什么种族？我这无种族歧视哦，我无甲你分哦。你是汉人，我嘛无甲你分啊，对不对？我无去分这个物件。那讲到这吼，那来讲，我的身份，我的阿嬷是咱传说中的战后来的这外省人，也是讲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我有三分之一，我有哦，不可能三分之一啊，我有二分之一，我有四分之一，也是讲我有一半的血缘等等，都来自于所谓的不是这个时间点之前的，而是这个时间点之后那些人来的，怎么办？大家也遇到这种问题嘛。我相信恁朋友嘛也遇到这种问题。我嘛有亲人是这款身份呢，但是台湾民政府直接要讲的，不是要跟你讲啊，你不是这个时间点，不是这个时间点进前的人的后代，啊，拢跳在迄个太平洋，还是讲跳在台湾，还是不是安尼？那不是在做这个区分。今仔日我要问的是，你有这款的血缘的关系，你家己本身你对台湾的认同是甚么货？你也是感觉你家是中国人吗？有的人讲的外省的第一代、第二代，一直到第三代，伊拢直接出世啊，伊还佫感觉伊是中国人诶。今仔日要问的是这种认同的问题呢？有的同款啊，去美国移民呢，已经到第三代啊，伊还佫感觉伊是台湾人呢？你在底下，你就是美国人啊！你移民去啊，你就好好啊做你的美国人。所以今仔日咱要问的是，想到你的血缘内底，无论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那么少的非本土台湾人的血缘，但是你却会去认同那一边，而不是认同我们本土台湾，这是我们要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啊！所以今仔日办这个新闻奖，就是要看你的认同。无咧管你的血缘，吼、哦，无管你的血缘，你也认同台湾，你办这个新闻奖，你咱台湾民政府把你当作是本土台湾人，吼、哦，这是第二个层次啦。第一个层次讲你有法源的关系嘛，啊，第二个层次就是讲你的血缘关系，因为你有套人，就讲你唔是，像你啊，咱讲像你啊纯啦吼，当然这个血缘没有纯不纯，其实没有台湾人种啦，哦，我们没有台湾人种哦。那讲生，那讲那个生物学啊，是讲民族的迄种物件，无台湾民族啦，哦，啊，中华民族嘛假，迄种政治口号。来，咱来看一寡祖国的建设吼。伫迄个时代，大政四年，有无？黄金时期就是大政甲昭和。大政四年，这一群妇女解缠足呢，你白卡。那是不好的习惯嘞，不好的习惯嘞，因为你啊白卡吼是不可能走出门的呀。但中国人来跟你讲，女子无才便是德，无才便是德，你敢有相信？你敢相信这句话？你无才便是德嘞，就是讲你啥物拢未晓是一种德性，讲甲足好听，那是咧洗脑咧甲咱骗的啦。好、哦，过去。查某人要读册是无可能的，大清时代哦，但是到日本时代，查甫查某拢会使读册哦，迄就是一种平权的观念了哦，所以
解缠足是对女性的一种社会制度钳制的一种解放啊，这是一种解放。所以大日本帝国来讲，底力是讲的一挂思想从旧时代解放出来。你也看这個、北投温泉叫一个新北投驿驿，上面是驿，车头车站的意思啦。古早时代驿就是讲停马仔的站，啊，现在要停马仔的站，因为迄、那个快马加鞭，你要一张批要送去到京城，要送去到倒位，你就要派一个人骑一只马仔，啊，去送送送送去，送去到位，迄马仔嘛是会忝啊。行一个路站了，伊爱歇困，歇困的所在就设一站，赶紧去换一个人，去换一只马啊，去继续，安尼较速度较紧啦。哦，那个地方叫做驿站啊，咱这个压了起来用哦，哎，这么车站安尼。你要看这凹色的呢？这不是日本色的哦，这凹米凹米色的哦。哦，来新虾，最近那个林佳龙最近讲要甲这个已经倒足久啊。要拆起来啊！哦，这个已经倒了，倒足久啊！要拆起来。台湾过去有足侪新社拢真水啊，结果呢，这个 KMP 国民党的来，全部拢拆掉。哦，啊无就是吼、哦，这种新社顶管佮家因咧中国式的厝顶啊，家塌起哩啊！啊，你向阳看拢看袂出来，但是你佮佮看佮感觉怪怪，迄种的就是新社佮你讲改的，这嘛新社啊！哦这过去澳洲式的建筑啊，这现代啊，这同一间啊，即嘛变安尼啊，啊高级的习惯感觉怪怪安尼。过去家人压的头前叫一个华山总督铜像，铜像这物件是这个人伊对这个土地啊是这个所在有功劳，所以把它设上去。但是蒋介石来不是？是对这个土地有伤害、有迫害，啊，他把所有其他不属于他时代的铜像都革除掉，啊，给你设上去，那个是概念完全不一样哈。过去那种世界博览会呢，大家敢知影这件代志？啊，未来之前，台湾的我们的阿公阿嬷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参加过世界博览会了，而且是在自己的地方办的。那、啊、现在世界博览会，我们去参加别人的博览会，然后我们还被打压。啊，所以咱已经退步到足多啊！咱有七十年来用拖这个文明拖到退步足多啊！这嘛世界博览会，你这做现代的建筑嘞？啊，你也看这旗啊，这个旗子是什么意思？表示这个土地是归属于这个国家权力范围管辖权的意思啊。今仔日咱所有的邮局啦，遐个警察单位拢插迄面青天白日满地红，表示啥？他统治控制的这一块领土啊！啊，今嘛咱去过伊就是讲，他是非法来的啊，他不是从我们这边产生的啊，他没有真正的权利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了、啊。咱看伊个过啊，这新竹车头啊，较早咱的钱诶。台湾银行券呢？台湾银行券上面是台湾银行印的呀、啊。咱有银行啊，一制度啊，咱有银行这机构啊，我们就来当做这个物件。台湾银行券，日本时代的大乐透，你要想，你要想一个足咸的代志。咱阿公阿妈、咱阿祖的时代，因在咧生乐透啊呢。你知影？你那散家要予贵掠去，你敢有钱通买乐透？你连食都无通，食都无啊！你无可能买乐透啦。就是你的文明一定到一个水准的程度，你的经济水准有到那个地步，你才有办法买乐透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已经发行有乐透的这种彩券的物件。安尼，你知影咱的文明已经甲欧美已经并置的，有无？啊，那是七十年了，咱都退步。较早爱国奖券无，迄种沿用诶，啊是毋过添一针，啊给大家消大家乐，可以赶紧办迄个即卖大乐透。啊，这时代就是安尼一直咧转变。来，带咱倒来祖国一下吼，恢复一下祖国记忆的情感，啊、哦。
1988年哈，有一出卡通叫做《龙猫》，有看过的请举手，有无？《龙猫》好呵，看过哦。你哪有看过哈？我把那个影片的图像抓出来，或许可以唤起你的回忆了啊。龙猫的日记啊，伊讲迄个山上的那个树的那个精灵啊，啊去囡仔去拄到伊，产生了一连串的故事啊，安尼啦。这人穿什么货？穿什么衫裤？哦，日本和服啊，哦，这嘛是嘛。这囡仔穿什么货？这囡仔我本人啊，这是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就这样穿。我来民政府了，我等于变相婆，诶。啊！我太穿这个衫裤啊！我太穿这个衫裤啊！大家有穿过这个衫裤无？大汉不一定有，但是你细汉应该有吧？啊！你现在穿这个衫裤，因为咱是大人，应该受日本文明的教育啊，所以咱学日本话，咱穿日本衫。当然出在迄个时代，咱是大人出门不一定穿这种衫裤，咱出门拢差不多穿西装。所以你若注意甲看。咱的是大人，那是迄种八十五岁、88岁、90几岁，迄个，即卖来，咱是大人也阁低嘞。你注意看，因若受过教育的，因出门一定是穿即个衬衫，啊无就是穿西装，会低帽啊，穿皮的。你注意甲观察，伊我若看阮阿公吼，94岁，伊去年过生日，我看伊过去的相片。伊出门拢差不多拢是穿这种，那种西装。所以过去咱受的教育是甲西方并驾齐驱的哦。这个阿伯啊，洗这个鼎鞋啊，你有看过？吼、哦，啊，咱较早拢这种的啊，是不是？杀肉粽嘛，这种的啊，对不对？要煮饭啊，要煮啥货拢这种的啊，有无？较早的古早的灶有无？较早这种水鞋啊。现在也还有啊，哦，对啊，啊，谁有这个？要解决水的问题，不是说那个用那个溪水，要解决水的问题，地下水是比溪水较清气。啊，砖卡较有这个，啊，若较起来倒水倒水。所以水龙头的台语叫做，不是水龙头啊，那个水龙头就是用中文拖去啊。叫做水倒头啦，水倒头啦，因为水倒的迄个头啊，最后迄个头啊，哈、哦。你注意看，有看过这塔无？这是菜刀啊嘛，对不对？咱较早的菜刀拢生这款的嘛，较早有冰箱的人无做哦。哦，日本时代有冰箱的人无做哦。啊，你若食饭食袂了吼，你会放在菜刀啊内底哦，啊是放你菜刀啊嘛会放碗盘啦。就是这种的啦，我相信大家若有一挂记忆，拢有这种物件。这卡是啥？烫书嘛，对不对？烫书较早铁钳，毋是拢安尼。烫书的材质是啥物货？啥物茶？伊诺基，哦，还是浆啊？对不对？斯诺基，这是对对生产的，这种树啊。在台湾啊，咱的就地取材，就地用啊，啊较好的可以去新鲜，吼、哦。较早可以困的时阵拢挂网打，对不对？刚好像即卖什么灭飞电蚊香啦，什么蚊啊水啦，什么迄种迄个电蚊灯、捕蚊灯，敢有无迄个物件嘛？咱这个东西就解决了。有挂过网打有无？挂过也笑一下我看麦。哦，啊对哦，这应该都40岁以上了哦，没有，有那么年轻吗？蒙打呢？不是现在蒙古包那种呢，是这种很大的那种，然后四个角四个角安尼挂呢，啊套扎个自己也小小的，啊门拖开放在烫书里底，哦，另外一种烫书是诶规个拖门一款的啦，哦，小叮当有看过吗？不，哆啦 A 梦啦，有看过吧？哆啦 A 梦他就是睡在烫书里面的，哦，他门打开那个就是烫书，哦，土葬式了哈，啊，过去的困在啊，
有无？咱过去的，咱就是困，咱的阿公阿嬷的时代，因就是困这个眠床啊，因无了一张的啊。啊，困这个眠床，困这个眠床，敢有讲困头对窗啊冲着，对门刷着，对便所什么摔着，敢有这种物件？啊，但是中国来就带来，把那个西公啊炸来，啊就讲啊，你这吼爱敲敲床帽啦，爱敲一个，敲几角安尼，崩一个，二十万。诈骗，中国来拢诈骗，一直骗，骗到今天还在骗呢。啊，咱一群人去学这套，啊，也学会骗，真正是安尼啊。啊，这么好的东西废除掉，然后搞一套规则游戏，然后骗台湾人。哦，啊，所以很多迷信的东西，在二三十年前，哦，什么？暂时停止呼吸有啊，港片那样，也开始哦，开始哦，一整个社会风气进入一种那种鬼怪传奇的那种氛围。什么玫瑰之夜，那讲鬼啊故事，哦，我大家要看，惊啊要死。你注意个看，小时候，那是一种日本时代留落来建筑物，那是无人住的。大部分小学啦，还是讲国中那会传说讲那边是鬼屋啦。我把那些东西，那种贬低，然后污名化。过去咱困，那困通铺拢安尼困啊，对不对？厝一领被、盖被、啊枕头、啊衫裤拢会放在边啊，因为明仔透早爱赶紧穿啊。啊，你若寒人是不是拢会伫棉织被内底穿衫？这个是祖国的记忆哦，可能现在也没有了。这是啥物货？倒退路啦，布条啊。这个卡通里面出现的呢，这不是在他在描述的是日本，他不是描述台湾呢。啊，咱这样嘛有布条啊，有看过这种车无？种这属于一种拼装车的三轮车有无？哦，哎，头前用塞的，好吧？这种叫做拼装车，啊，那搬厝然后来白家，我们的记忆有无？今麦要购物呢，对不对？以前公车有这个人啊，记得吗？会记得吗？这个人有什么作用？有什么作用？收票。为什么要收票？你不是在车站已经买票了吗？买票看了就可以上，为什么要收票？这个人有什么作用？这个人就是这一支牌子告诉你什么作用啊？这个人现在就是公车上面那一台B 那一台啦的用意啦，因为过去呢，不是每一个车站都可以设那个卖购票亭，就是迄个卖票迄个亭啊，无可能台站拢有，所以像这种较迄个高乖的踩一支牌啊，这个叫做道和前河道安尼，这有一个站，啊，这个人呢，伊就开门啊，你起来。啊！你家你问讲，你要到第一站，伊的边啊都有一张表，伊就看你要到倒位剩偌多钱。所以今麦这个东西被那个悠游卡取代，有没有？你就上车 B 啊，下车 B 啊，你就钱都扣掉了。啊，过去这是一个，咱有记忆的啦，好、哦，那记忆可能比较年轻的没有，但是我小时候还有这个东西啊、哦。过去你那一个囡仔胖起，专针头拢走出来吹吗？是不是？规整头拢走出来找嘛，吼、哦！啊，若一个囡仔做歹代志，伫厝边隔壁的街仔路邻遐做歹代志，隔壁就会骂啊嘛，吼、哦！讲个啥物？阿杰人囝，你咧创啥？有无？啊，就大家就感觉一种羞耻感，啊，就唔敢做歹代志。迄种是一种社会风气啊，良善的风气。但是那个东西一直到现在就完全消失掉了，完全消失掉了。大家拢虽然顾性命。隔壁咧喊救命，咱拢当作无听的安尼，就是你注意甲看，这只叫做什么？这只叫什么车 ？T 呗，卡拉车，个叫做什么车？哦，唔能讲孔明车，迄中国，你有中国诶，迄种思想中道，咱来讲孔明车。你当时看到孔明骑这台车，好无？那么依然无放天顶有无？人讲孔明顶，什么时阵你看到孔明放迄个顶？哦。这个叫做
主专车，吼、哦，还是讲卡达车，迄个是咧形容迄台车是安怎进行的，就是这种嘛。啊，这种较早是不是有迄个管制，有车牌呢？较早有车牌呢？一个国家连这个车都会做管理，安尼这个是不是一个真好的国家？伊是咧控制讲，因为人甲人。较袂弄到嘛，啊你若有车有机械种物件会弄到，啊你来设一挂交通规则，设一挂法律，你若有产生一挂意外的时阵，会当管制，所以这就是安尼来。啊你看还有电火发电机呢，有发电机呢，吼、哦，啊后壁拢会当载货啊，是讲载一个主要台，载一个航天船呢，你就当做行李啊。最早型的行动餐车就是这个，卖炊饼的有无？卖饼啦。后边再两个卡卡的把布，你就会当做生意啊，就是这個。较早你学车是安尼学的有无？你安尼学的举手一下，我看麦。哦，以前没有那个儿童脚踏车啦，没有小脚踏车。以前的小孩子差不多国小的时候，只要踩得到这个，一定会中卡能轨啊，打嘞打嘞，啊，就咧骑卡拉车。一定是安尼起来了，哦，没有小台的车了，哦，有换回你的记忆了，有哈，这叫做祖国啦，这叫做祖国，因为咱过去咱规个大日本国的教育的水准，咱的氛围、社会风气、咱的思想都是类似的，所以看这出电影的时候，我看看，好像。回到小时候呢，所以咱根本就是日本人啊，咱根本就是日本人，但是七十年了改节，咱就变中国人。明仔呢，苏联哦，佮甲咱拍败，咱佮甲人回占领七十当，咱就变苏联人啊。咱就像咱变来变去，咱找无一个效忠的对象。过去咱有一个天皇的效忠对象，但是咱袂记哩啊，啊会记哩的人拢互杀死啊。咱今仔日要倒转来找回咱原来的身份啦。美战，国际正常化第一步一定要倒转来美战，袂当甲伊难过，因为是美国占领中，盟军的美国伊是主要占领全国，甲咱拍败，所以你无可能跳过难过。阿松，咱要倒转来祖国，无可能。你属美战，就是讲美战一定要先完成国际地位正常化的第一步，一定要完成美战。美战的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才有写，吼 ，USA， 吼，伊叫做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就是讲主要占领全国，就是这個，加主要的占领国，伊就是美国安尼，啊，你看。有48个国家做为签，这日本的美战的单位，我伫网络看到吼，人讲啊，旧金山和平条约也无讲，美国占领台湾啊，无写，是确实是无写啦，无写美国占领台湾啦，无直接安尼写啦，但是美国是打败大日本帝国啊，伊所占领的是规个大日本帝国啊。伊无需要大家倒拢甲写出来嘛？偏哦，30几个倒，你要大家拢甲写出来哦。啊，所以问迄个问题呢，我就想讲伊头壳到底是咧想啥？就他拄仔咱讲的嘛，钓鱼台属伫宜兰厅，宜兰厅属伫台北州属伫台湾总督府属伫日本天皇，安尼下连带关系，伊拢直接跳过。所以咱咧思考一件代志，咧理解一件代志的时阵，咱一寡多层次的了解啦，咱有多层次的了解。美战的单位就是这 USMG 啊，啊，这嘛是写伫这个四 B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四 B 内底啊。有人讲这个无去啊，即卖已经无军事政府啊。军事政府是伫战争法内底，就是战争的时阵，美国的军事的单位那去啊，就设军事政府啊。那个地方的最高首领，那是最高指挥者，伊就是军事政府的最高指挥者。你出现在在整什么人？麦克阿瑟、太平洋最高统帅叫做麦克阿瑟，
吼、哦，军事政府占领。但是军事政府占领还有一个结束啊，台湾还未结束。啊，有人讲啊，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有写，这个92签约了后，92以后爱撤退啊。哦，迄条吼，那高级班较来讲啊，吼，因为迄咱来理解较侪的物件，那高级班来撤退。条约它有封闭性，有开放性。条约它有实施性，有延展性。条约内底啊，有这种特性啊。啊，所以现在美军今仔日个会当占领台湾，迄种伫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有很多的玄机，可以有很多的空间是它可以操作的啊、哦。美占的相关物件，叫下啊，他都要那种介绍一个单字嘛哈、哦、，incorporated， 即嘛是 unincorporated。就是讲未合并啦，它都啊 incorporated， 就是合并合并领土。那未合并领土呢 ？Under the USNG 啊，所有美国海外未合并的领土 ，Under 就是伫 USNG， 就是伫美国军事政府之下啦，是美国军事政府所控制啦。这就是一个文件。哦，这是我昨昏拄啊找到上新的一个文件。啊，叫啥？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的台湾绝对安全。啊，那不是美军占领啊，美国第七舰队无来不及走来家是要佚佗哟，要游览，啊是要来家抓鱼的。美国第七舰队经常在保护台湾，啊，大家袂去想讲足奇怪，啥奈安呢？中国伊拢知影美战哦。台湾人都不知道美战哦，甚至否定、反对。台湾人咧读下吼，已经受教育，甲规个拢转扭曲个啊！吼，中国他知道美战哦，中国吼伊有发一个即个声明啦。伊讲台湾甲澎湖地区即卖要搁比美国武力占侵占嘛？这中国人应该咧写呢，应该咧知影呢。但是台湾人不知道，啊，还有呢，他说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的主权和非法行为，这是他自己说的啦。自立处世代大战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后到今天，没有任何的条约把台湾又把他挂出去挂给这个中国啊，没有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国也没签啊，所以台湾确定跟中国都没关系啊，啊有关系在哪里？在我们的思想，因为70年来把我们放毒北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让我们感觉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又进入这个中华民国流氓体制里面，去在那里选举在选总统，选引导的总统啊，结果如果是我们本土台湾人选到，我们就很高兴说我们选到我们的总统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在选这个东西，选70当啊，都不知好歹，不知死活。美占的现象，美国的军机伫遮会当得来呢？直升机伫遮战斗型的呢？你甲看这新闻啦，我今日要甲大家讲，你甲哪去看新闻？你也看，美军基地台，这熟悉啦，哈、哦，这只军机地台熟悉啦。但是后壁你得卖看，一台军机地台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救一个病患，美籍妇人早产。紧急赴日就医，这个人早产，伊直接等一只飞机啊来台湾，改载去日本就医，啊台湾的妇产科是拢倒来的，所以这种新闻你爱去看，你感觉足奇怪啊！是安怎一只军机，军机一抓来游哦，可能你会当坐迄个高铁，坐20-30抓吧，啊来救一个美籍妇人啊早产，除非伊是奥巴马因太太啊。阿伯他也做这个动作，啊，所以这美军机来，咱大家那看了一种新闻，目睭都在踢开啊，都在警觉啊，讲哎、欸，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台湾上空发生什么事情了 ？F-18降落，战斗机降落，哦，啊，一堆人就讲啊，那个没有挂弹呢，没有挂飞弹呢、啊，那个怎样啊？紧急迫降，因为机械故障啊，等等，这种表面的，那种新闻表面的说辞啦。实际上，伊会当伫台南机场降落，
就是美军伊会当直接控制台南啦，台南机场啦。只是媒体爱去遮掩这些事情啦，啊无台湾人来汹汹撑起来吼，国民党都走家己靠卡，但是台湾人都袂撑呢。这个新闻台湾人讲啊，那个是例行性呐，我跟你讲安尼啊。啊，中国的网友拢讲，这非比寻常哎，啊，人都看会出来，咱台湾人家己看袂出来啊。所以咱你看咱吼。放毒八家的头壳偌严重呀！你注意看这个网友说迫降只是表面说辞啊，军机抵台非首次啊！你注意看这种新闻的相片啊！你若注意有这种军书，美国军书啦，什么相片？你注意看相片，伊拢一定会出现这支，伊拢会这支给你出来看新闻哦，表示啥？恁台湾要跟我。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管辖中啊，我搁咧管辖个，安尼伊象征意义啊。所以今仔日这个旗啊，咱就是要甲伊推翻掉个。咱回到美战，他就要走了啊。今仔去过就是过伊，啊有人咧讲啊，一当哦，美国政府哦，受予人予因家己美国人过个案件哦。过来千件，你台湾人他有算啥？啊，讲这个话，头壳都无相信啊！台湾人是安怎会当过美国？咱来想这个问题啦。啊，头前迄个人咧讲的，就是讲啊，几千件，你这只是几千件其中一件，他有算啥？你也知影咱的身份是啥物货呢？咱也无关系，咱免那过会惊，对不对？台湾人若甲美国无关系啦。咱是安那会当过美国啊？一定有抓到一挂着力点嘛，唔才有法度过美国。这网友内部透露出来的，这个就没有国旗啊。真正有天敌在咱机场哦。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影片九。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哦、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曾放了一年多，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然后军机中心打下来吗？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他才发现，这种物件，台湾人来看叫做茶余饭后新鲜的话题，安尼俩，就帮你过啊。
台湾人那无觉醒，你就无法度去解读啦、解脱。这个新闻什么意思？这个新闻咧讲诶，第一，你能看到美军会当随便吼固在伊进入台湾的机场，你能看到台湾至少两个机场，青山港甲台南机场是美军控制的。第三，美军会凊彩袂记你讲，把核弹头放伫台湾哦，会安尼哦？会安尼吗？所以你要看新闻的表面说辞，讲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很夸张。迄种讲啊，做下面迄个代志，你得甲过滤掉。你要去解读到后面的讯息。美军入来，人已经物件再造啊，卡甲国防部报告，說啊，我已经再造啊，安尼表示什么话？表示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体制，伊就细汉的啦，伊就是细汉的，伊是美军控制之下，哦。今仔日，我相信大家一定拄到一个问题，听到台湾民政府讲的物件，你一定会产生好可怜，是不是？好可怜的发生，这就是觉醒啊！你有听到，你有感觉到，你醒起啊！你去了解啊！你去对查这些代志啊！我拄来上初级班的时阵，讲咱要个美军占领中，讲真笑的，他有可能。我咧做兵呢，他有可能，唔是讲我即摆咧做兵啦，讲我真正做兵呢，我做的是中华民国的兵呢。叫来家个知影讲，你做啥物瓦格兵？咱根本连做兵都唔免的啊，后被占领的人民去做占领者的兵，荒谬啦！七十年来就是一场荒谬啊！七十年来这一场大骗局啊，能活在一个台湾的楚门世界里面了、啊，还没有醒呢、啊，还没有醒就继续在玩这个楚门世界的逻辑游戏、政治规则，在这个政治炼狱里面，佮继续要选总统，选这个外来捐款的流氓捐款的总统，啊，伫遮咧分赃资源呢、啊，不懂得把我们的人民带回到国际正常化的地位啊。所以这个是中毒啊！但民政府真的假的？足侪人还搁在讲啊！啊，这假啊！一群人啊，伫遐咧听课，你来听课，个人摕钱甲你压，无嘛？啊，敢有讲你来上课了哦？你搁有三个下线，啊，你会当得到偌侪钱？无嘛？对啊！啊，这课你网络你就看会到啊嘛，公开啊！你也当卖来上不要紧呢，你网络就看会到，阮公开啊。啊，像那个有人讲咱诈骗，这个时阵其实哦，这个疑问我本身也有啦。我来参加初级班咧，讲哎，其实阮老爸介绍我来，我嘛感觉讲哎，这个咪诈骗。我想阮老爸退休啊，钱介多，可能去用诈骗去啊，来参加这個。啊，老爸叫我来上看麦，听看麦，我来听，我要来破解诈骗集团。我迄时阵心急先呢，结果来了被人家破解。哎，我第一个态度是讲，我踩着怀疑的态度，说台湾民政府是假的。那我每一件事情我要验证啊，啊，所以我来求嘛，求证嘛。这个他这个，咱去隔壁个一个案和进检去变了，我来去查，哎、欸。对，哎、欸，真正有这个暗号呢，这美国网站我找到的呢。结果呢，英文无介好的我，把这个点奈个输入 Google 翻译出来，叫做驳回啊，诈骗集团，诈骗集团。但是诈骗集团我参加到今嘛，佮要佮你查，唔是啦，哦，驳回就是讲咱对恁这个物件咱无介了解，因为伫英文的世界讲，伫美国因的法律界那种。英文的用字遣词它的含义跟我们能够在网络上或者是字典上查到的意义，我们对中文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完全不一样的。我估计估计顾威德尔了，a piece of cake 什么意思？哈，什么意思 ？A piece of cake， 有人就是中文翻译。
小意思了，哦，不足挂齿，小意思。但是 a piece of cake， 你若直接翻中文，应该是一块小蛋糕呢，对不对？但是人延伸用意是讲啊，那个是小事一桩啊 ，a piece of cake。啊，所以咱对其实咱对语言的含义其实了解深度并不如外国啊。啊，咱用这种方式直接翻成中文，咱来理解啊，不会啊，那这个代志促销啊，不好啊。所以咱来理解是错误的啊。那在进入这个世界的领域啊，但是呢，中华民国要跟你教的是教你英文做歹读，做艰苦读，你学袂晓，你袂，你真含慢，啊，你就无法度接受外口的世，啊，你就活在我予你的中文的这个封闭的世界，你永远都很难，你个就干来看中文尔，你看外国的文的文字拢看无，变作安尼啊，我们就被遮住了，咱讲眼睛呐、啊。啊，这顶内我嘛心中的疑惑存疑了很久啦，很多东西我都找到证据了，都是真的啦。但是这个顶内也造成我心中的一点点疙瘩。但是呢，去年九月，咱的律师来啊，伫桃园大饭店演讲，那我当心就甲问，顶内是啥秘书？敢是 reject？ 敢是拒绝啦？伊就直接讲啊 ，deny is not reject。啊，人讲啊，无 deny 是啥意思嘛 ？What mean is deny 啊？啥物叫做 deny？ 伊嘛无直接解释，伊个解释方法是讲 deny 吼，伊就讲一句英文成语，讲吼 today is not your day 啊。啊，你直接翻讲，今仔日毋是你的日，今仔日毋是你的意思，啥意思？就是讲，咱这个案件伫这个个别高的过程内底，咱有一挂条件因素无多满足。咱一寡资料无多满足，环境因素无多，完就是讲充足支持这个案件来做一个判决，就是搁置定案啦，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咱的判决书啊，判决书咱后壁嘛有啊，台湾最终关系地位迄本内底第三集啊。佮一寡美国荷兰的解密文件，英文的拢伫内底，咱的英文真好诶，咱来摕本来报啊。迄种迄几本内底拢有啊，毛即张啊。啊，我来去找啊，我想讲，台湾民政府应该有英文高手，伪造美国的这些讯息来欺骗我，我踩着这个样的态度啊来找，诶，民政府有啊找到。你美国的网站，这个网址你打下去，这个东西还是下载得到啊，比对起来一模一样，都没有去偷改什么字啊，啊，所以这个真的嘛，美国公务办公室的一堆人去美国拢有看过啊，哦，啊，这是咱申请 foundation 的一挂文件啊，啊，新闻报哈侪摆，一个报纸看哈侪摆，台湾人嘛是讲唔知啊。是安怎？因为咱即摆拢互逼甲无闲趁钱，无闲伫遮咧顾巴肚啦，顾生理啊。台湾人伊用互压价讲，你只要顾你的生理基本需求就好啊。你有多出来的钱，你再去做消费、做休闲产业，还是讲你再去娱乐自己啊？咱已经压价呢啊。所以呢，我甲阮朋友讲讲，哎、欸，那你有了解民政府？我甲你讲啊，你来要来了解看卖哦。伊甲我问讲，你有一份头路真好，好好啊过生活就好啊，好好啊，巴肚过巴肚就好啊。你插遐济政治要创啥？你插这要创啥？咱今仔去出事伫台湾，真做台湾人，敢无迄个使命感，讲要为着咱这個台湾的土地？来努力吗？为着咱全体台湾人的幸福来努力吗？啊，无咱也是干那食饱，咱做低就好，太就做人，是不是？我讲较歹听的是安尼啊，咱也干那食饱就好啦。咱就是因为做人，咱才有能力来改变咱的环境，改变咱的社会，所以咱做人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唔难讲，咱今仔日来了解家了，可能你嘛无足那个充足的时间，还是资源。来这个贪污规个台湾民政府的过程，但是唔难讲，你回去赶紧还清你的亲人啊！这就是四季酒店啊！啊，若假的一群人开十几万啊，去美国开一个酒会啊，搬去哦，大家看啊，这功夫冲啊！
一群人去日本，去日本皇宫内底，诶，即个台湾民政府的旗啊，会互天皇看，表演遐大摊要创啊？一群人走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慰灵，你清明扫墓，你敢会扫隔壁的墓？敢袂？无可能嘛，迄毋是恁祖先啊！我是来台湾民政府，才知影讲哦，原来咱立柱世代大阵有39,000+的咱的祖先的英灵用降伫即个神社内底。伊为了咱的土地流血流汗，失去伊的性命，啊，因为安尼，咱的祖国为着纪念对死者的人，设伊的神主牌啊，放伫靖国神社，要甲后代的人讲，即阵人为着咱流血失去性命，咱唔只会走去遮。啊不不，无一走去人的神主牌啊，别人的神主牌啊去遐创啊，咱都毋是演戏讲。啊，所以我来遮，我才讲哦，原来咱有这段历史哦。这种国民党袂甲咱教的啦，因为甲咱教吼，咱拢精神起来。哇，遐尼久啊，他才讲哦，原来你老爸毋是你的老爸，你老爸是隔壁的阿伯啊，变作是安尼。咱今仔日的身份就是都出问题，拢出伫遮。咱做一历史，用针等于接因迄假的接起去啊！网页的广告，一个月，这嘛是，咱是要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啦。美国的司法官员，伊头一遍来是台北的迄个国际会议厅，伫世贸遐，我有去听。伊所讲的论述，多好，咱的新台湾论的论述啦，是吻合的啦。啊，有人就讲啊，啊，你台湾民政府哦，遮功夫哦，开钱叫一个美国的大块来跟你演讲哦。这个司法官员，伊无论都多少人伫遐坐啊，再讲伊是现任的，还是退休的啊？这些创啊，人司法官员人伊来遮演讲，司法官员就算伊退休啦。伊会当凊彩演讲哦，甚至阁去一个咱传说中的诈骗集团演讲哦。所以你越说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越觉得荒谬。然后你指着中华民国说他们是诈骗集团，你反而觉得哎、欸、不可思议，太变了呢。真正的诈骗集团在诈骗台湾人民，啊，我们一群人知道找到法理，然后找到方向，我们要帮助台湾人觉醒，恢复。这个国际地位正常化，却一堆人说我们诈骗，是这样子啊？这个世代哦，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啊！这个是迄个官员，好、哦、来演讲，啊，伊讲，伊就讲一寡咱的一寡历史甲法律的地位啊。这是咱第二次要去过的这些文件，啊、哦，三月，最近呢，今麦六月呢。三个月过去了，哦，这拢是咱现任遮一挂咱的同心甲咱的一挂议员遮的，哦，这美国的那个国家记者俱乐部，啊，遮机啊拢查去，这不是随便乱来乱搞的呢。诈骗集团哦，可以进到美国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去开一个记者国际记者会，然后来诈骗台湾人什么东西？诈骗什么东西啊？啊，那诈骗集团哈，爱赶紧停损，爱设一个迄个时间点，爱赶紧要来探，哎，享受啊呢，对不对？这件事情，咱的胡林，咱的胡林哈，有史以来第一代本土台湾人女性伫国际发声，就是这个记者会，这是同款迄个。律师啦，吼、哦，同款读到迄个律师，啊，这是日本的，咱去日本，这嘛是啊，吼、哦，诈骗唔免遐功夫啦，足忝的呢，那个租一群人啊去啊开会，伤忝啊。所以咱台湾人吼、哦，70年来毒化教育思想错乱去啊，真诶当作假，光诶当作暗诶，70年，对这开始。啊、哦，对，才开始刻意消灭的历史记忆。你来看这，这歹代志搁留文件。啊、哦，伊讲吼，
咱过去的咱的一挂进退啦，是讲一挂讲多系台秤多系，多数是日据时代，不是日据时代哈。人管理台湾是根据这个下关条约啊，拥有台湾的，他不是窃据哈 啊，所以伊用污名化，伊要把咱的记忆扭曲掉了，然后制造秤盖上面铸刻有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字样本省哦，伊就是即卖即个行政府正积极消灭哦日据时期的遗迹，如桥梁上的昭和某年制造均改为中华民国某年制造，刻意消灭，伊就是要消灭咱的记忆。你也知影哦，秤腿这个物件是足精密的东西哦。哎，那抹掉，表示啥？得减轻你啊嘛。啊，秤盖会准。所以你最近看的菜市啊，够一个公秤，好无？公秤敢会准？我跟你讲，那大家拢减，大家拢减，啊，去设一个公秤嘛，遐是嘛是减的，嘛是袂准呐。哦，嘛是袂准呐。这太多黑了哈！啊，你也看，民国前十三年，中华民国可无存在的啦，搁伫听你那播的啊！啊，你有好笑无？民国前十三年，民国一年，就是大正一年，啊、哦，所以大正之前，明治，所以立得起，明治他多少共45年哈、哦？哎呀、啊，你也知道。几年了呢？你来看，这拢是啊。中华民国17年，伊搁伫倒位，啊，这拢人抹掉啊，啊，过搁顶刻起啊。啊，1912嘛，民国一年了。好，来咱来看哦，中华民国哦，这阵人哦，他较有问题，因为呢，全世界的记录年代是用公元跟西元。啊、西元跟公元的年代指的是耶稣降生的那一年，然后耶稣降生的那一年以前称为公元前，啊，称元西元后，还是公元后安呢？啊、哦，这个是纪元，全世界拢认同的啊。但是呢，中华民国伊要改伊中华民国的民国这个年号嘛，要改动作纪元，所以产生一种错误的思想，就是讲。伊甲规个伫亚洲地区，即个5000年的历史改甲社会，变作一个叫做中国历朝代的历史，啊，甲即个错误的历史观灌伫咱的头壳内底。今仔日我要讲的就是讲，人日本呢，平成上去是昭和，昭和上去是大正，大正上去是明治，伊无平成前呐、啊，伊无昭和前，无大正前，无明治前呐、啊，他那个年号是到一个阶段几月几号，然后再接下去，安尼一个接一个，所以你也当看到伊有一个那种慎终追远啊，是讲伊有一个脉络，有一个根据性啊，你也当找到源头啦。中国人呢，伊是不承认前朝的物件，所以伊那掌政的时候，全部前朝对伊不利的全部拢灭掉，拢毁坏，所以呢。那用中华民国民国装当作纪元，你就会产生一个笑话出现。就是啥呢？民国元年，清朝不叫清了，它叫民国前250年。夏朝就是民国前4000年，皇帝4600年。所以呢，产生的这个地球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民国前60亿年了，就是这样啊。民国前61年出生的嘛，所以咱领地错乱你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影片一。你捌美国公司吧？公司嘛，你啊？你捌美公司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公司你敢知什么人敢订炸弹？啊，日本啊，日本敢订炸弹？哎呀，在日本订的，阮都拢在美容公司的，都唔知。就你讲话。哦，啊，唔过是啥物人甲你讲的？你讲你知？哎，阵都咧
先从那条那进。走美红公河啊，那在那那中间那拢蛮多。阿尚，你阵在台南？台南。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安定炸弹的啊？对啊。在咱美红公路的。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啊，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那边等的，我搁知影呢，我迄阵四岁啊。日本边，日本边边等的，民国三十三年。阿伯啊，讲甘对？甘对？唔对，伫倒位？要来拍咱的啦。啊，咱就是日本啊。咱就是日本军啊。我若讲到做日本兵的啊。对不对？伊敢会讲，哎、欸，你本土台湾人呢？啊，你是迄个内地日本人呢？安尼我枪支拍一个尔，袂吧？咱规个全体拢是日本人，拢算日本军啊，对不对？对啊，得烂啊，得要拍烂嘛，对不对？啊，这阿伯也对讲唔对？哎、欸，就是这唔对呀。哎、啊，即卖问题是安尼，即阿伯伊讲日本要走四回，啊七即卖七十冬啊嘛，所以今年七十四回啊嘛，好七十四回啊，我问问的就是讲，啥伊即个问题伊无感觉矛盾啊？咱日本啊管的啊，啊日本啊怕台湾，你袂感觉矛盾吗？对不对？对啊，所以你来看七十四回阿伯得安尼，你何况比伊较年轻的咱。受到七十年的毒化教育，咱会安怎想？咱家己的头壳内底已经出现了矛盾，但是我们不知道啊。这是毒化教育、扭曲教育造成的啦。哦，阿哥，你讲以前要个四回，你四回在？我问你，上个礼拜六的中午你吃什么？忘记，除非你生日啦。哦，要不然你怎么会记得？那他四岁的时候，七十年前四岁的时候，他记得，他可能记得有空袭这件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谁打谁啊。可是他的话讲出来，讲，哎，我们咱那学校跟日本那关的呀。啊，头前迄个敢问讲，啊你，啊上面人敢来侵炸弹的，日本呢、啊？啊就变作安尼啊，日本那关的，日本侵炸弹啦，你过年放炮，摕等于领导的房间放安尼啊，就是这个意思啦，哦。所以呢，到讲到这吼，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台湾不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这个、连接线那个切落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要决策为这开始，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台湾，但是现在的政治人物一直要把这两个连做伙，这就是在政治人格里面的体制啊。今仔日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会活遐尼久，就是因为用咱台湾人的血去甲救的，伊救到即马，还搁咧救啊！中华民国已经死，咱看影片二，就告诉大家，到底我们怎么样给1912年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来定位？谁都没有否认呢、啊。1912年，清朝告一段落。中华民国成立，大家都承认了。可是到了38年以后，1949年，中华民国还有没有？照着世界史的说法，照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照着我李敖的说法，中华民国没有了。可是，照着在台湾的蒋介石他们这些党羽的说法。中华民国还存在，只是到了台湾。我给大家展示过我那个资料，那个资料呢，就是蒋介石的一个秘密资料。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号，有一天秘密的演讲，叫做《复职的使命与目的》。请注意哦，这是蒋介石的亲笔字啊。他里面谈到，他说中华民国。
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告诉我们，1950年3月13号，蒋介石的秘密谈话里面，他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可是这个真相，他当然不会告诉台湾的全体的这个中国同胞。他说中华民国还存在，这么一个幻觉，我告诉大家，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一部分人。你要中国人，对不对？好，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哈，台湾人敢拢好人，敢有？敢全部的台湾人拢是好人？唔，无一定嘛，有好人有歹人嘛。啊，敢全部的美国人拢好人？无一定。敢全部的日本人拢好人？敢全部的中国人拢好人？无一定哦。我讲伫理性，咱来安尼看哦。唔能用感情讲，啊！中国个吼，拢歹人啊，拢讲假话，拢白贼。人今仔日伊讲真话呢，啊！但是呢，台湾人即摆已经头壳已经变到讲真话无爱听，啊！讲假话啪啪啪。我甲你讲吼，无偌久个未来，即摆伫你当局，即摆已经伫媒体尽量消毒，讲卖讲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所以呢，咱即下上课出去，咱人咧看到讲，那咱有人咧讲的时阵吼，有人时间也讲到中华民国，到时媒体一定会变作是啥，侬你敢知？啊，早就无中华民国啊！你搁咧想啥？咱即卖是台湾人组成的地理当局，咱即卖家己的政府，媒体会改作变安呢，豆豆也变作安呢。但是我即卖要甲大家讲的，今仔日台湾唔是中华民国，即卖中华民国的这个体制要搁运作伫台湾，即卖已经无中华民国啊。美国嘛已经无承认有中华民国啊，所以呢，即马即个体制还阁伫遮，即毋是，即个顶头的拢毋是咱本土台湾人，咱今仔日要过美国，就是要甲即个体制甲提掉，所以毋忙咱忙去参加选举，就是讲卖阁进入即个体制，运作即个体制，因为你运作即个体制，就表示讲啊，你还阁支持即个体制存在继续，甲咱北下，甲咱做路咧，安尼。中华民国已经完全被封杀了啦，咱来看影片三了，完全被封杀了。马政府实施外交休兵后，台美关系真的逐渐回温了吗？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方通令驻外单位不准与台湾进行正式的官方接触，甚至不得参加双十国庆的庆祝活动。面对美方大动作，有立委要求外交部必须向美方提出抗议。马政府外交休兵的政策开始发酵，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国以国务卿莱斯的名义通电所有驻外单位，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他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每一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个是他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动作。以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我们要这个吁请美方啊重新审视啊，而且重新改变这种方式，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真的是例行通则吗？美方不但全面禁止参加台湾的国庆活动，还要求官员不得进入台湾的官方机构，更不准直接与台湾官员进行通讯。美国国务院更强调，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字眼一律不准出现，对外统一口径只能使用台湾。暂停一下，暂停一下，一台多少部下禁止参与台湾官方机构，禁止参与他们台湾上面会，其实不是啊，你把台湾套到套进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安尼你就知影。伊既然用台湾称你，他唯有禁止台湾，那不是矛盾吗？所以是禁止美国官员参与台湾的这个治理当局，就是咱讲的这个流亡政权的官方机构啊。啊，咱们人想讲，台湾就是一定在攻咱呢，因为我们的情感就被绑架在这个体制里面呢、啊。啊，只要不好的都攻台湾啦、啊，啊那好的就攻中华民国啦、啊。啊，所以你注意个看，跟那个看嘞。立委个个有话要说。你自己都总统都自己退缩为一个地区的首长了，那人家国家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尊重你为国家？好，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觉得美国政府这一点其实做得太超过了，而且呢，我觉得说有一点刻意有点挑衅，而且刻意有点在这个冷却了我们现在双方急速升温的这样一个两国的关系。如果这个属实，我们当然要抗议啊，对不对？我们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可以称中华民国？立委们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马政府之前，台湾官员可以到华府下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淑棣更大方出现在台湾的总统府和外交部，美方态度的转变也给台美关系添加了不少变数。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综合报道。好，我们关掉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是现在台湾治理当局在伊咧做的动作啦，就是、小英伊现在咧做呀，伊要把台湾跟中华民国等同化，要把中华民国在地就地合法化了。但是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化，这是南宫国际法规定的。流亡政府如果可以就地合法化，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啊，不然派一组人是台湾的流亡政府，咱派去美国的纽约，啊，把纽约就地合法化，啊，那纽约就变台湾人了，搞啥呢？对啊，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化哦，但是小英他们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呢、啊。哦，小英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啊，今天去台湾人上届林也加大的问题的林地，咱的林地出问题啊。我今天要讲要解毒，就是解这头壳内底的毒啊。咱是拢中国佬，咱七十年拢中国文化，哈、哦。所以你也看那游戏啊，较早的三国的游戏一大堆，演戏较早的三国，好吧？啊，你也看那种寡戏嘛是啊，你看拢是一种。皇宫啦、啊、内斗啦，拢一种，拢做的拢一种物件。啊，那鬼怪传奇小说，就是《西游记》，啊，就无啊，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啊。啊，中国文化好难的是啥物事？食，你物件爱食了好，你物件吼，迄小笼包吼，袂当乌白粒，坚持二十折，迄种的上顶级顶泰丰迄款的。你物件拢食，咱就是食的文化。啊，那咱把食的文化提掉呢，就无去啊。这个文化总崩盘。像我来讲，连到艺术上界悬的境界嘛是食，有无？你故宫看啥？看白菜了，有无？你去看红肉，有无？你去背后，那嘛是食啊。所以规个文化拢是食。夜市啊，食，观光啊，食。现在媒体都在做家做七头做家都变成是这种的战处啊。啊，咱台湾嘴咱较讲拢啊，咱台湾人用讲的啊。其实秘书就讲啊，你提出证明就是咧讲你迄个文件啦，伫法律顶面的定义啦，迄、那个文件啊。啊，咱有一种中毒的现象啊，就是、世界摕这面旗吼，咱若洗脑，家己讲最好做台湾，甚至甲外国人拢洗脑讲，这面旗啊上顶的意义叫做台湾。这叫做洗脑啊！啊，外国人有人真清楚哦，你也看，就摕这个旗啊出去啊，啊，把这种文化砸出去，讲这叫做你讲中国梁吗？三太子嘛，中国来啊，那不是？那所有的宗教拢外国来的啦，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拢外国来的啦。除了讲咱原始的宗教，比如讲，祖灵宗教那种原始的宗教，靠武功，拢信用，那个无发展到宗教去啦。但是呢，台湾人足奇怪，这种其他的宗教击败了，咱拢甲变做家己的，但是佫袂断在哦，因为呢，咱佫爱回暖，你知无？咱够一个。能够一个源头，讲一个讲本尊，伫美洲啦，伫倒位，啊，咱搁爱去回暖，别袂断在，你知无？迄个讲，迄嘛毋是咱个啦，能够一种连带关系啊。所以有人讲吼，大清帝国吼，用一个小小的海神，就甲台湾定掉呀，镇住了，镇压住了，哦。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思考后面文化意义。宗教政治意义后面的东西啦，哦，啊，不是说诋毁大家的信仰啦，大家有一个正当的信仰是正确的，哦，
信仰教化我们要做好事情，那是正确的。啊，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后面有一些是宗教跟政治上的控制，哦，要注意这种物件。啊，就是这样，连外国人讲哦，这爱台湾哦，啊，这边机啊，伫外国的迄种奥运啊，什么比赛起出来，哦，大家感动到流目屎啊，就是咱情感遐白伫内底啊，有无啊？穿这啊，哇，哇，足水的足水的，其实唔是看这個，是因为穿了少咧水啦，是变作是安尼啦，有无？连日本摔跤嘛，拿这边机啊出来，哇，那个在场的台湾人拍破啊，啊，外国人。啊，这的中国遐来一直练，一直练。你讲哦，啊，这什么安怎安怎违反什么一中政策有诶无诶？中毒的原因就是咱拢教育甲媒体的关系啦，哦，教育甲媒体的关系啊。啊，你也看民调哦，民调嘛是中毒哦，引导你中毒啊。第一个，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你支不支持嘛？嗯，我支持，我支持。我本来已经中毒啊，咱拢白社会啊，所以支持的65.8%。那，啊，你这个支持之后，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没有改变国号、建立新国家的必要性？没有必要，好吧？二度中毒啦，我们不是一个国家啦，我们的国家的名字也不叫中华民国啦，啊，不是国家当然就没有名字啊。台湾就是地理区，哦，地理区啦。所以说我是台湾人，我是北京人，不是一种山顶洞一种北京人啊，用北京那个地方的人。我是广东人，我是纽约人 ，New York， 哦，这个都是一样的意义，那个是地区性的呀，它不是一个国家的东西呀，啊。因为我是美国人，美国人不是地区啊，哦，一起国家哦，一起要拿出美国护照哟，哦。你说我是台湾人，啊，没有台湾护照啊。那我们看影片三之一。这生命管理应该知道吧？光线折射啊，哦，因为迄杯仔是圆的嘛，啊，伊光入来的时阵会带倒变，因为水的关系带倒变。好，啊，这要讲啥物货？咱今仔去看规个台湾的社会状态，规个咱台湾的历史的进程，就是因为透过这个杯仔，这个杯仔就是教育，这个杯仔就是媒体，这个杯仔就是中华民国的体制。好难，安尼咧看代志，所以正诶看做倒边诶。本来字头是按倒边诶嘛，啊，即款倒来变做正，安尼人看惯是啊。但是呢，有人看过正哦，啊，未水啊，未倒进前哦，就是咱阿公阿嬷、咱诶老爸老母因迄时代。但是伊来了，甲咱抬掉伊，看过正诶人都无存在啊。啊，有人看过一半诶，小可有印象，像迄阿伯小可有印象。啊！但是后下骹有共改过啊！啊，到咱今嘛，咱是拢看完全倒变的。所以你也知影讲，咱头壳顶都较偌厉害啊！虽然不是咱的感觉，咱的头壳内底到底有啥物物件是国民党甲咱改？咱的万分日本人，咱的万分共产党，拢是伊甲咱改哦。共产党真歹，唔好唔对啊！但是共产党敢会甲咱压迫着？无啊，但是中华民国的这些头人用共产党来甲咱压迫呢，甲咱吓，你知无？唔是讲中国无值得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做这物件是因为因这个系统甲咱教的，咱要决策就要脱离这种系统。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唔忙，大家来这上课了，等去，
帮咱的亲人朋友，决策起来。多谢大家。